而在母亲节的前夕呢，吉安乡立幼儿园也举办了母亲节及慈幼周的活动，邀请到爸爸妈妈们一起来参与，欣赏小朋友们可爱逗趣的表演。吉安乡长游淑珍特别前往和家长及小朋友们同乐，也引导小朋友们勇敢地说爱，来感谢妈妈抚育之恩。母亲节前夕，吉安乡立幼儿园举办缤纷五月天爱就是你母亲节及慈幼周活动，邀请爸爸妈妈们一起来参加，欣赏孩子们可爱逗趣的表演。吉安乡长游淑珍特别前往和家长及小朋友同乐，也引导小朋友们勇敢说爱，来感谢妈妈的抚育之恩。 Happy Mother's Day， 我们希望五月天是妈妈的日子，更是感恩教育的延展。我们相信妈妈要撑起一片天，除了家庭还有社会的服务。在双薪家庭的时代里面，妈妈承担起很多的教育责任跟家庭的任务。我们希望在母亲节来临之前，能够带领的孩子献上满满的感恩跟祝福，还有记得妈妈的话一定是会最温馨最温暖，也是顾虑自己照顾自己最好的一个生命的延承。所以在这里透过了肢体的运动，透过了语言歌唱以及欢乐的气氛，带领孩子们过五月的感恩母亲节，希望他们跟妈妈说声谢谢妈妈。吉安乡的幼儿园还精心设计多项亲子互动闯关游戏，让孩子和家长透过团体游戏增进情感，培养默契，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乐乎。活动最后也由孩子们向妈妈献上了自己手做的卡片还有母亲花，大家一起说出母亲节快乐。谢瑞慧吉安乡报道。